我好想抽烟。你不要问我什么是艺术，我也不知道，我也想问一个人什么是艺术。你不要以为我是艺术家我就懂艺术，我只是告诉大家我目前知道的这些很可能是错误的，你千万别相信我啊。我好想抽烟。你又咋？你别跑！看来这个回答你这个问题，我绝对抽烟。我说我不知道该怎么讲。我要不要为了健康就不办了？我不抽烟没法活，我回中国就是为了这儿多少还能抽烟。对呀，来。